李三龙哦，实在是足够扣分的，甲这款人做生意，大家拢爱提心吊胆。哎呦，一定要紧无啦哈！啊，这拢是大家朋友，我面子啦。啊，看怎样，咱即马算战友哦，以后爱好好合作，创造生意。哎，准备啊！你到准点，你怎么到的啊？已经到门口口啊！好，大芬。 是你，你是伊讲哦，咱第一标呀，啊，你替恁小妹办看看人对无？对啊，那也还拄好啊。是啊，真就拄好的呢。温柔啊，我才替你烦恼呢，以后可能哦，较袂富裕食，叫我食倒呢。我想办法来拄着目标安怎？人讲食是福，做是乐，啊，若是熬食，迄就是福气啊。你欢喜才对呢，你做咧嫌啥？我办的大卖场开幕酒会。 伫这间饭店，我咧烦恼恁哦，速度冲了伤强。我提早做阿公，伊讲哦，你们要大家正式宣布，咱两个人伫交往啊。啊，即摆是要安怎？我心爱的人，即摆伫咧台顶，徛伫咧边啊，伊就是你的查某囝，李真美。 我跟你吵架搞，你给我点去，闪开！点点陪在你身边。 不管高楼一生也万种，人生苦多变化无常，平平安安才是幸福。牵着你的手，跟着你散步，咱的故事。